六翼天使信息，关于给光之工作者的资讯，健康的关系，透明真实和诚实的光之家族，成为你自己最好的朋友。传导，萨拉福。健康的关系，最好的关系是你与自己最重要的关系。你如何在健康的关系中表现出尊重呢？关系中的尊重反映在您每天如何对待彼此。即使您不同意或有争论，争论确实会发生，即使在健康的关系中，您也可以通过公平战斗来尊重和重视彼此的意见和感受。尊重不是控制某人，或让他们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尊重实际上是关于做自己和被爱的自由。在健康的关系中，尊重看起来像星号彼此开诚布公的交谈，星号互相倾听，星号重视彼此的感受和需要，星号妥协，星号和蔼可亲地谈论彼此，星号给彼此空间，星号支持彼此的兴趣、爱好、事业等，星号互相促进，星号尊重彼此的界限。无论如何，自尊。虽然在一段关系中尊重你的伴侣很重要，但尊重自己也很重要，无论是单身还是约会。自尊是在你的一生中建立信心和与他人保持健康关系的关键。那么，什么是自尊呢？自尊是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您认为自己是完美的，事实上，我们都值得尊重，即使我们并不完美。你有价值观和价值，因为你是你。自尊意味着你坚持自己的标准，你尽量不要太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你照顾好你的身心，或者你正在学习如何。无论是通过吃健康的食物，以让你感觉良好的方式，运动你的身体，阅读和学习，接受治疗，练习你的信仰，或任何其他方式，尊重你是谁的事情。透明真实和诚实的光之家族，在这些现象及能量涌入期间，有很多人会被其他人触发。这些能量涌入是专门设计来带出我们仍然隐藏在自我之下的阴影。对于许多人来说，通过在你一生中被灌输的潜在童年模式、条件反射和编程工作，可能是具有挑战性和痛苦的。我认为我个人在过去七年中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并清除了许多旧模式和条件反射。即使仅在本周，我仍然在学习和成长，并看到更深层次的核心真理。我已经看到了我已经治愈的方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现在对任何以任何方式给你造成情绪痛苦的触发器承担责任和负责任。我们不能再隐藏或责备他人为我们来到表面治疗的未愈合伤口。真理应在所有层面上看到。您尝试和隐藏的越多，它就会浮出水面并被其他人看到。自爱，自爱是关键。正如我之前所说，解开思想是一项微妙的操作，是负责任的，愿意看到你更深的部分。倾听、承认、爱的接纳和感谢自我是体验的一部分。如果您被某人激怒，这将导致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以及哪些未解决的问题可能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核心。一旦看到和理解，您就可以真正理解他人，而无需判断和敞开心扉，成为你自己最好的朋友。光之家族们，我与你们分享我的真相。
这是我的看法，我的真相。爱的旅程是关于成为一个人，与你自己合一，这不是关于找到一个完成你的人，而是关于完成你自己，与你自己合一，依赖你自己，爱你自己，这样你就不会因为需要被爱而产生束缚。是的，我们都是彼此的反射，但当我们完成自己，将女性和男性的能量融合在一起时，你就自由了。我们都有精力来理解自己的内心，理解自己的外在，这意味着在我们感到迷失自己的时候，要在内心寻求孤独。我在自己的公司里待了3年后明白了这一点。我爱我自己，做我自己最好的朋友，不需要恳求取悦或安抚，我和我和平相处。爱我完全是在自己的内心快乐，并能在各个层面照顾自己。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没有对错之分，但我和许多人一样看到的新世界是一个独立、个性、主权和自由的世界。不与另一个人纠缠在一起，因为当我们成为别人角色的复制品时，我们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我们作为一个独特个体在这里表达我们独特的真实、真我的身份。这基本上是在释放旧的信念、模式和条件，即你需要有人来完成你。你必须在一个关系中才能感到完整。许多人来自于童年时期的伤痛和创伤，在那里我们被吊销的感到不值得，被父母或朋友、家人，特别是母亲或父亲遗弃。这可以追溯到你小时候被对待的方式。你是否感到被遗弃呢？你被推到一边吗？你是否觉得自己不如人呢？你是否希望得到关注而没有得到呢？随着许多人的觉醒，你将会解开从祖先到这个化身的程序和条件。说到这里，我明白这很有挑战性，因为我花了7年时间才走到今天。我在自己的公司和皮肤中感到很舒服。挑战性是可以实现的。意识到并与自己融为一体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也是对自己和人类的礼物。爱你们所有人。6亿天使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